学校教育要本着按需的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，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，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%，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，每月调整学生座位，每学期对课桌高度个性化调整，以适应生长发育变化等。